第一届特色招生考试登场，基北区因为只考三科哦，所以他们已经考完了。画面看到他们真的好开心哦。不过呢，其他除了基北区以外的考生，今天还要考自然跟社会科，得再辛苦一天。但是呢，辛苦是有代价的。我们预计呢，这次的特招会是史上第一志愿录取率最高的高中职升学考试。台南、高雄考区只要 PR 60就可以上第一志愿，而基北区只要 PR 83就可以上建中跟北一女。